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好，咁你咧今晚咧，我哋讨论嘅问题咧，又系讲香港同埋中国嘅关系吓。咁大家相信知道啦，咁即系香港中国嘅关系系越嚟越密切啦。唔单止经济上咧，其实好多方面都系嘅。咁我哋今晚嘅讲者咧系叶启明先生。咁其实咧Samson 咧，其实喺前幾個禮拜咧，都同我哋都分享過好多呢方面嘅香港同中國嘅呢方面嘅資料嘅。因為咧，佢本身咧，除咗係喺理工機械嗰個工程學咧係畢業之後咧，佢亦都去英國咧係繼續深造嘅。咁佢最後咧，佢亦都攞咗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南哥倫比亞大學嘅工商管理碩士。咁佢自己咧，除咗喺香港工作咧，佢亦都係在中國各省各城市咧，佢都有好廣泛嘅認識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今晚咧，佢會同我哋咧係分享一下咧，即係香港同埋嗰個中國嘅關係。咁好啦，咁我哋點樣睇個嚇？即係香港中國嘅關係咧，我哋係點樣睇？咁仲有咧，係唔好意思啊！今日咧，金永賢咧就啱啱咧都係由中國咧又講翻落嚟咧，係同我哋咧係做探討一下啦。咁金咧，大家都知道啦，近年咧都係頻頻咧喺中國啊、香港啊，每日咧就飛嚟飛去咁滯噶啦。咁所以咧，佢喺當地嘅工作嘅環境佢都有都即係親身體驗嘅經驗嘅。好啦，咁一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好。先請Samson 嚇，多謝袁醫生先。咁就今日嗰個講題咧，主題就香港與中國關係，我會分四方面同各位聽眾咧，就大家研究一下思考一下一個問題，因為我哋香港同中國已經係關係好密切啦，1997年之後回歸啦。咁第一方面就是香港同埋中國嘅歷史根源啦。第二方面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知道係1949年係毛澤東帶領嘅共產黨之後咧，就係12月1日係喺北京嘅天安門立國嘅。咁至今年咧已經係踏入第60年啦。咁我哋一定要認識我哋嘅祖國，而家嘅祖國嘅即係嗰個嘅國家自立國之後1949年至到而家60年咧，就係嗰個發展嘅歷程。第三方面咧就係中國同埋香港喺1997年回歸之後，大家呢個歷歷在目啦，係嘛？當時係大家都因為被吸引，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事件嚟嘅。咁眨下眼咧都已經12年咯嚇。咁呢12年開展一國兩制啦，香港同中國嘅關係嘅發展，我哋回顧一下啦。咁回顧完，當然係最後咧就睇睇中國同埋香港未來嗰個發展個關係。咁呢個相當重要，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會活向將來嘅。如果我哋一定要係講咗歷史之後咧，一定要係探到將來嘅可能性。呢個係對我哋嘅思維發展，或者係我哋嘅人生將來，或者下一代咧，係好重要嘅。我哋首先講香港同埋中國嗰個歷史根源啦。咁呢個大家可能好多聽眾都大概都知嘅啦。香港咧，基本上係即係中國一部分，自古以嚟都係㗎喇。咁點解後尾又會係即係俾英國攞咗去呢？咁大家可能都好熟悉㗎喇，就係因為我哋嘅清朝呢，就係1644年至到1991年呢啲268年。咁清朝1644入住咗中華之後呢，佢經過呢個康熙、雍正、乾隆百幾年嘅盛世之後呢，去到嘉慶19世紀咧，就係開始都係有少衰落啦。加上嗰陣時歐洲嘅工業革命之後咧，好多航海事業佢哋急於係為佢哋嘅市場拓展市場咧，同埋找尋原料咧，就一路東來咧就去四處尋找呢個市場。
咁最後尾咧就係、是、有啲係殖民地嘅割讓等等。咁、呢個唔單止香港啦，我睇印度啊、馬來西亞、新加坡啊等等好多，或者暹羅啊等等都係即係被掠奪成為一個殖民地嚇。咁我哋講翻香港啦，香港咧喺清朝嗰個管領之下，不嬲都係佢一個即係漁港嚟嘅。香港當年咧好荒蕪啦，咁直至到英國人咧係一路拓展市場咧，係藉住即係一個清朝咧比較嘅勢弱咧，佢咧就藉住鴉片戰爭啊，結果咧就係、是、即係希望喺東方攞個落腳點，做一個貿易港嘅。咁係結果喺1842年咧，鴉片戰爭之後咧，清朝輸咗之後咧，有個南京條約就割讓咗而家嘅香港島。啊，跟住冇幾耐，1860年咧，佢又立另外一條啦，條約啦，北京條約係將呢個南九龍至到界街以南嘅九龍半島咧，亦都係割讓咗出去啊，成為永遠佢嘅殖民地。咁最後一條條約就係1898年嘅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咧。就是租借界限街以北至到深圳河以南呢個新界，而家新界差唔多上水之後嘅羅湖，咁啊租借1999年，所以咧就係去到1997年嘅。咁但係經咗百幾年之後，咁清朝衰落啦，結果1911年之後，孫中山先生推翻咗之後，有國共內戰等等之後咧，建立翻一個新嘅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就。但去到1980年代咧，鄧小平攞咗個權之後咧，就正式向英國即係俾信息佢哋，佢哋唔承認呢三條條約，係要係順勢咧最後一條條約租借1999年咧，1997年就要條約係個租借期滿咧，佢話要攞翻曬所有即係香港、九龍、新界啊，唔承認嗰三條條約。咁結果大家知道啦，戴翠夫人嚟到啊，咁樣好多嘅傾談啊，結果係中英聯合聲明喺1984年傾咗，香港咧就係即係喺1997年7月1日咧恢復翻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旗下嘅一個即係領土嘅。咁之後咧好多嘅展開有基本法磋商啊等等啊，咁結果1997年7月1日咧香港就從英國殖民地咧。是改變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旗下一個叫特別行政區，開始叫一國兩制。咁呢個就係香港同埋中國歷史根源啦。啊，咁即係我哋睇到咧，就係1842年開始割讓咗啊，同呢個母體割讓咗。咁英國咧用100多年啦，將佢香港發展成為今日嘅世界金融中心啊，亞太區一個好出色嘅東方之珠。咁150多年之後咧，咁又回歸翻去呢個新嘅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佢一個特別行政區。啊，咁就係我哋呢個香港同中國嘅歷史根源咧，我哋又探討至到呢度。咁好啦，咁我哋睇見香港，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特別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鋭意經營，將佢從一個貿易港。轉成一個即係輕工業的生產基地，再跟住1980年代咧，係轉成一個金融的中心嚇，跟住咧就係佢係大興土木之下，佢自己亦都有得到好處，香港人咧亦都發覺哇，係發展得好好咧，可以安居樂業。嗱，至到1997年嘅6月30日，與此同時咧，中國喺1949年咧就開展佢自己立國。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呢是在毛澤東的領導的共產黨，就是、是經過很艱巨的一個歷程，是從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是成立的，咁之後呢是經過跟國民黨的內戰，亦都經過跟呢個日本仔侵華嗰個國即係內好多嘅鬥爭咧，結果是將。1945年之後，日本仔打敗啦，跟住再開始國共咧，又再內戰啦。結果咧係國民黨輸咗，退守台灣；共產黨贏咗，就得以入主呢個北京，成為一個執政黨。咁1949年10月1日立國之後咧，基本上大家電視最近做一輯特輯都係啦，佢係以一個共產主義形式呢個立國嘅。
咁係一切嘅政治制度咧，參考蘇聯。當時蘇聯咧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咧，已經係有幾十年嘅歷史。咁佢個政治制度咧係參考佢嚇，即係而家嘅政治制度，直到而家都係參考當時嘅蘇聯。個經濟制度咧亦係跟隨蘇聯嘅，係用一個計劃經濟，唔同而家一個資本市場嘅市場經濟。啊！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嘅市場經濟，咁係從1949年咧，佢就開始係靠向蘇聯啦。啊，因為美國亦都敵視佢，因為佢係共產主義啊，就開始個冷戰咧，佢亦都敵視中國。咁從1949年開始啊，即係呢個爛攤子嚟嘅，其實開始雖然話啊好高興啊，當年嘅中國人。執翻個國家啊，即係清朝衰落之後成立咗新個國家，但係百廢待興。所以從1949年至到1953年咧，佢哋就係好多個整頓，特別係好多時啲地主霸住曬地咧，佢哋就係即係啊，從啲大地主咧收翻啲地咧，就即係俾翻啲農民等等嘅。所以頭嗰幾年都係一個差唔多叫做整頓。跟住佢學蘇聯咧，就係從1953年至到1958年咧開始五年一個計劃經濟。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咁呢個係發展得幾好嘅，但係當時當然啦，中國嘅底子好弱，咁但係都大家好高興，啲農民得翻自己嘅耕地，或者啲工業咧，亦都係蘇聯嗰度咧開始慢慢係輔導中國咧，將工業咧慢慢係搞翻上軌道，啊咁就，但係當然啦，五年其實好短嘅，喺一個咁大嘅國家960万平方公里嘅國家咧。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基本上成功，他定曬指標都是其實是提早完成的。但是好不好彩就是1958年呢，是毛澤東呢就是發動了一個運動，令到當時呢個形勢呢就是產生一個很大的災難。歷史原因呢很複雜的，就是他發動一個叫大躍進。人民公社同埋社會主義總路線，佢哋當時叫三面紅旗。我諗我唔詳細講呢啲咁嘅最比較複雜啲嘅一個政治嘅術語啦。最主要嘅背景咧，毛澤東當時都覺得咧，中國咧係比起歐洲或者係當時嘅美國強國咧，仲係爭好遠。佢覺得1958年距離1949年差唔多係建國十年啦，自己國家仍然都係底子好弱，好窮。佢又心急，佢覺得係請講。有句口號啊嘛，當時超英趕美啊，係啦，大亂降代大躍進嗰陣時候，超英趕美，全民大亂降，係啦，即係佢都係因為針對英國、美國嗰個對象嚇，即係嚟到激發佢啦，即係我哋咁即係仲係咁落後係咪？咁要做啲嘢啦，係 OK。他想急速是發展經濟的，急速能量，他想有一個口號叫超英趕美，他說你想急速發展經濟有個手段，他發動一個叫大躍進運動，就鼓勵大部分中國人呢就去練鋼，就那些人呢盲目跟隨，因為大家都知道那時候毛澤東是個形象相當高的，因為他打敗國民黨又即係奪取了政權，人家個個都係好崇拜，覺得毛澤東咧，既然咁能幹啦，以前係即係喺戰爭裏面打贏咧，咁應該帶領我哋國家都應該有一套啦。咁十年咧，亦都係從1949年1958咧，係基本上係好咗好多嘅，但係只不過唔理想咁解啦。毛澤東眼中咁發動一個大躍進咧，叫大部分嘅中國嘅民眾咧係去煉鋼鐵，因為佢話中國要急速發展經濟咧。第一需要大量的鋼鐵，需要大量的鋼鐵，即係你知咧，起鐵路啊，好多建築啊，或者好多工業嘅產品咧，都需要係鋼鐵嘅。咁佢話為咗加速中國嘅經濟，即係提升咧，係即係呢個大量嘅人去煉鋼，土法煉鋼嘅方法。咁當然啦，好多人咧，你知中國當時個技術唔高嘅，咁啊亂嚟啦。除了一些有系統的鋼鐵廠之外，好像金港土法煉鋼，大家即起了爐灶啊，什麼鐵都扔鐵釘好，什麼都扔下去，不斷希望製造鋼鐵出來。他不是的，
同埋咧，當時咧，佢大躍進咧，佢、嗯、仲有一樣，即係你明唔明啊？佢要做俾領導睇啊嘛，將嗰啲度啊掹高佢，掹嚟，掹嚟個泥土咧，掹嚟啲水嗰度咧。誒、哎，你睇嗱，你睇我哋嘅、啊、大躍進啊嚇，啲漲得特別高、特別快、特別大，其實掹起啲佢喎，即係咁樣嘅、即係話咧，要啊，我要生產多啲糧食，即係大躍進，即係糧食啊、鋼鐵啊嗰啲咁樣啊。係，冇錯啦，好啱啦。咁啊，得出個結果係咩咧？就是、千千萬萬萬人餓死。冇錯啦，就當幾初頭就大家興高采烈咁啦，啊，因為有個咁宏偉嘅目標，跟住我哋國家領導人啊，毛澤東思想啊嘛，即、就、係、是、我哋個東方紅。啊！太陽升，東方有毛澤東啊，啊咁毛主席咁啊，但係點知咧？經過幾年之後，慢慢出現問題啦，個經濟扭曲咗，一大部分人都走去鍊鋼，咁啊農業嘅生產疏忽咗，哦，加上60年有一個天災，咁至到咧就當時大概有五六億嘅人民咧，或者係即係咁上下，發覺生產嘅糧食係唔夠食，出現饑荒。60至61年加上天災就出現饑荒。咁呢樣嘢咧，中共咧當時係揞住嘅。咁啊，結果咧，但係後屘好多嘅資料咧，係正確嘅數字咧係冇啦，大概係2000至3000萬人咧係活活咁餓死。即係5-6億人你唔夠糧食啊嘛。咁你啲咧即係有一個指標嘅。咁國際上咧係一個人咧，呢、這個當時幾多唔知道，但係而家近來嚟一個人一年咧。就要食380公斤嘅糧食，咁你再乘以個人口，咪等於個總產量咯。係，咁、你有得數得計係嘛？咁你唔夠食嘅，咁始終有啲人冇食冇糧食。當時好多農村咧餓死咗好多人，執樹皮食啊，點點都冇用。咁即係但係當時嘅中共係一個係封閉嘅國家嚟，變咗嚟啦。即係而家成日仲有好多人談論嘅。應該是餓死了2000萬至3000萬，咁相當痛苦，因為好多人咧交換啲仔女嚟到去食嘅，嚟到去充飢。咁呢啲我都唔想多講啦，係咪？因為相當係殘酷同埋恐怖。咁但係我哋知道一個國家基本上基本嘅生存就係要有足夠的糧食咧。頭先有一條公式就係一個人380公斤，咁你乘咗幾多人咧？就即係包括係小麥啊。稻米啊，薯仔啊，其他嘅蔬菜啊，牛肉啊，豬肉啊，雞啊，魚啊咁樣，總之你要生產呢、這個。咁呢、這個而家中國喺而家國務院領導之下咧，佢識噶啦，即係每年要生產幾多公斤嘅幾多公噸嘅食物啊。咁而家中共13億人口要生產成5億幾6億公噸嘅食物先夠。咁當年佢哋亦都係。好幼稚啦，咁相信咗毛澤東呢個咁嘅大躍進運動，咁就變咗係失敗咗。失敗咗之後咧，就當時嘅政治局咧係展開咗一啲彈劾啦，毛澤東亦都冇面，但係佢亦都係推卸責任嘅，覺得係天災。1960至61年咧有個天災，咁變咗嚟講咧，當時佢個國家主席咧亦都要退位讓賢，俾另外一個劉少奇擔當。我係咁樣嘅，62年之後，咁、劉少奇擔當咗國家主席之後咧，咁就慢慢係撥亂反正啦，即係恢復翻以前嘅計劃經濟，唔好咁急進。但毛澤東係一個相當玩權術同埋政治鬥爭相當狠辣嘅一個政治人物嚟嘅，因為佢以前係好多即係好多嘅思想都係喺鬥爭，而係佢跟隨呢個馬克思主義咧，就係覺得即係鬥爭。是共產黨一個即係佢自己掛上口號，咁搞經濟搞彎咗之後，佢都唔想嘅。老實講但係即係可以講話，即係自己犯咗一個好大錯誤，累到中國有幾千萬人死咗之後咧，佢亦都係需要退位啦。咁有群眾壓力之後，將佢退位之後，佢就不甘心。不甘心。而家睇翻轉頭咧，就係由62年佢開始思考點樣去奪權，奪翻個政權。他本身是一個在群眾中國的群眾裏面很高形象的領導人，所以他亦都利用中國人的無知
思想了幾年之後咧，佢發動一個文化大革命，嗯，從1966年至到1976年十年嘅災難苦難，好多人嘅被政治鬥爭係鬥死咗，咁就係因為佢係要奪翻個權。佢曾經同啲外國記者已經講噶啦，因為佢要奪翻，即係佢冇正面咁講，即係佢要打到劉少奇。係啊，點解咧？就因為佢當咗國家主席。嗯。咁呢個而家事實上好多嘅政治鬥爭都有啦，但係輸咗嘅或者競選輸咗嘅，咪做第二啲嘢咯嚇。係。嗱，當時只係一個執政黨，係共產黨。咁變咗嚟講咧，佢冇位上咧，變咗嚟講佢要打到劉少奇啦。咁所以嚟講，佢發動一個文革。啊，當然亦都有啲佢嘅幫手林彪等等咧，係印砌啲小冊子咧，就係發動一個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咧，佢執住劉少奇或者鄧小平當時嘅叫做走資派，因為當時嘅共產黨咧認定咧資本主義係一個好魔鬼嘅制度，係西方人係剝奪一啲落後發展國家嘅一個制度資本主義。所以咧，佢話即係佢跟隨蘇聯一個用一個共產主義，希望即係或者係用一個叫平均主義啦，計劃經濟，即係每個市民都會被中央政府係指派一份工啊，做醫生好，做農民好，或者係做工廠生產好。咁所以嘅生嗰陣時生產好單一嘅啫，所有都南扯布等。但係咧呢、這個有個制度有個好處，就比較平均啦，啊做沙律唔做沙律，大家嘅工資差唔多。生產出嚟咧嘅產品唔係咁多元化，咁啊比較易控制。咁但係冇失業率嘅，基本上國家咧每一個市民你係成熟咗之後都有一個崗位，咁啊大家好啦。以當時一個齊頭主義嚟講，呢個制度亦都發現唔到共產主義嗰、那個缺點咧，係立國咧係幾好嘅。嗯哼，所以佢就係用呢個口號，1966年叫發動一個文化大革命。咩叫文化大革命咧？係英文叫 cultural revolution， 即係話。中間有劉少奇或者鄧小平啲走資派，走翻去復辟呢個資本主義，跟隨呢個美啊歐美嘅西方嘅資本主義，我哋要打倒佢。因為嗰陣時，即係呢個資本主義曾經喺19世紀侵略過，即係用西以歐美嗰度咧係侵略過我哋個清朝，即係侵略過我哋國家。我哋係不嬲，而家就係走呢條叫共產主義嘅道路嚟。嗯哼，啊，咁就變咗嚟講咧，就佢發動一個，其實裏面咧就係一個政治嘅鬥爭，係將嗰啲佢嘅政治對手咧就係打倒。咁結果咧就係佢如意上啦嚇，咁十年裏面咧搞到中國咧就烏煙瘴氣，啊嗰啲好多學者好多嗰啲咁嘅嗰啲即係書讀書人咧，係俾佢扣咗帽子，係走資派咧係。即係俾佢鬥到癲嘅又有。唔係啊，我諗十年文革咧，最大嘅傷害係咩咧？即係佢嗰種制度咧，令到你咧，你唔可以相信身邊嘅人。係係。即係佢會篤你出嚟啊！即係嗰種當時真係，即係你唔會，你唔可以同你隔離嗰個講真話嘅，即係嗰下攞命啊！真係。嗯嗯。係咁。咁回顧翻啊，咁講啦，即係。是很殘酷的、到時有些仔都將個父親鬥到是跳河啊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好多咯。啊，而家你睇翻啊，嚴家琪兩夫婦寫一本叫《文革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係有比較詳盡，喺而家好多書局、商務啊，仍然可能有得賣。但呢個中國而家都係仍然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啲人咧，仍然都好禁忌嘅。咁我哋喺個香港嘅自由社會可以講啦嚇。係。上面都唔得噶，系啊，而家都唔系太好啦。咁1976年之後，十年文革啦，造成一個爛攤子，亦都係即係半癱瘓嘅國家。嗯哼，咁結果好多轉轉接接啦，鄧小平係即係又俾佢將佢坐監之後啊，或者係軟禁之後又恢復出啦嚇，三上三落。結果佢亦都同當時華國鋒嘅國家主席有啲政治鬥爭，最後屘佢贏咗奪權之後咧，就宣布。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就開展呢個改革開放呢條國策啦。嗯。咁所以而家睇翻轉頭係從1949年至到今年嘅2009年咧，好易分嘅啫。大概咧1949年至到1976年之後，我哋當佢1979年啦。嗯。30年咧，頭30年咧，中國就係一個共產主義嘅，中間有大躍進啊，同埋文化大革命呢啲運動。係。而1978年，我當佢79年至到2009年咧，
啊，或者去年咧，我哋係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三十咁樣。嗯。咁、啊、呢個咧，所謂改革開放就係、是、其實係轉去資本主義嘅道路啫嘛。啊、但係佢哋美其名咧，就唔係叫轉去資本主義嘅道路。佢話中國呢個制度咧，睇見咧唔掂啦，嚇、啊，因為即係出現唔到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好嘅現象。啊，即係當時共產主義相信咧，就係、是、有一個美好嘅將來，國家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係點知到1976年咧，國家仲倒退咗，因為文化大革命係嘛，人與人之間嘅鬥爭。咁所以鄧小平就話改革開放，所以改革咧、即係改變啦。好，咁、就是、我哋好我哋先休息幾分鐘嚇，咁我一陣間會繼續嚇，我哋都再了解一下成個成個中國嘅嗰個歷史嗰個過程係最近代史嘅過程。哎呀，呢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買咗一個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靈晶，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㗎，咁就唔怕風濕骨痛啦。哇，咁好㗎，咁啊買多個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靈晶可以喺六創意健康店買到，電話2882-4848，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好啦，咁我哋咧就翻翻嚟繼續今晚嘅講題啦，就是、香港同埋中國嘅關係。咁頭先葉啟明先生咧就係好精簡地啊，將成個即係香港同埋中國嘅歷史咧嘅同埋中國嘅近年嘅發展咧即係好清晰講咗俾我聽。對我嚟講一個上咗個歷史嘅課，因為我其實喺中間有段時間咧，其實我唔喺香港嘅，所以見到好多嘢發生咗咧，我其實我都冇乜感受嘅。啊，同埋要加翻一樣嘢嘅，即係當時四九年之後咧、嗯，因為轉咗即係共產黨執政咧，即係西方國家咧嗰啲全部封鎖啊。哦、即係封鎖佢嗰個貿易啊，咁咧就俾咗香港有個機會，同埋當時又打韓戰咧，1950年啊，打韓戰喎又，咁咧好多貨物咧就經過香港啊，咁樣係啦，咁造就咗香港嗰、那個嗰、那個港口角色㗎，嗰、那個好犀利㗎，係啊，呢樣要強調翻嘅。好，咁阿 Sam 可以繼續翻行，我上次去到嗰、那個。即係嗰前嗰三十年啦，咁就開始鄧小平1978年啊，真係改革開放啦。嗱、我哋要熟悉近代嘅中國史咧，我諗係前嗰三十年，頭先大概講過咧，即、就、係、是、共產主義計劃經濟跟蘇聯嗰個模式咧，係、之後就中國唔行呢條路啦。咁其實鄧小平咧，因為點解佢可以提出一個咁口號？因為佢心即係佢係喺共產黨成長，初亦都係好深信共產主義。但係後屘佢睇見卅年搞成咁，初初搞得好好地，咁唔掂喎咁樣。咁我哋知道蘇聯咧1991年先至倒台噶嘛，但係佢喺1978年已經宣布中國唔行共產主義嗰條，佢唔係叫即係唔走嗰條路，佢要改一改。係，佢話我哋要走一條叫做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係啦。嚇點解？因為共產主義係分兩個階段，首先就係社會主義先，跟住去到最後咧，各盡所能、各盡所需就有共產主義。但呢個我諗唔詳細搞落去啲馬克思主義嗰啲啦，即係可能簡簡單單，即係都係。即係一啲嘅政治嘅思想嚟嘅，加上經濟嘅制度。咁鄧小平佢係思想闊達啲，佢吸收過呢個咁嘅教訓之後，佢話共產主義我哋仍然都走緊，但係我哋唔係一定要計劃經濟啊。喺馬克思嗰啲書裏面冇話一定要用計劃經濟嚟到去即係實踐共產主義，我哋可以用市場經濟啊。市場經濟未必一定係資本主義。啊！佢話係我哋用市場經濟都得，因為其實佢咧就係、是、佢可能係諗過好耐，事實上佢冇講到出嚟啦。係啊，咁事實上佢最關注到咧就係咁嘅有一個資料就係、是、中國經過三十年之後，嗰當時1978年宣布改革開放嗰陣時候，或者1980年咧齊頭啦，中國嗰陣時候已經有8-9億嘅人口，但係人均生產總值咧。只是美金的250元，
咁我諗嗰啲歐洲國家同埋美國呢已經係超過10,000，但而家冇話睇返啲數字啦。我哋睇得今日香港係人均生產總值，即係每個人你可以即係攞到個財富呢，平均嚟講今日係超過30,000嘅中國係香港。港紙港美金，通常用美金嘅。咁喺美國嚟講呢係30,000+嘅，日本差唔多接近40,000嘅。呢數字我哋大概啦。咁你諗下當時8-9億嘅中國人，每人都係$250，當佢乘八咧，都係2,000元係嘛？即係一年啊，一個中國人只係可以生產到2,000元人民幣嘅生產出嚟，即係每個月100+元咯。所以點解嗰啲人揾糧票啊，乜嘢都唔夠嘅，油又唔夠啊，呢、這個布又唔夠啊，衫又唔夠、啊。當時共產主義係搞到咁悲慘，咁鄧小平覺得咁樣唔掂嘅。佢話貧窮唔係共產主義，佢話我哋要用呢個市場經濟嚟走呢條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所以當時咧佢就係一個社會主義嘅總設計師啊嘛。宣布改革開放之後，佢有一個策略嘅，先佢自己退居幕後，用胡耀邦同埋趙紫陽兩個左右手啦，而家睇翻去做改革嘅，將中國嗰個計劃經濟，即係中央政府委派每一個合適年齡的中國的當時的市民每一份工呢改了它，就走西方的市場經濟、就是說即是可能有些人呢有資本、投資到一間工廠請些人，就走西方那條路，就是用市場經濟來到去即、改革、中國。所以改革就是說從一個計劃經濟變成一個市場經濟，但它不是一步，佢仍然保留好多國企，仍然保留好多嘅，咁即係混合嘅經濟，佢慢慢嚟。咁總括嚟講咧，1980年至1989年啦，或者1990咧，一齊頭十年咧，呢十年咧係微觀經濟嘅改革，係相當艱巨嘅，相當艱巨。咁最主要嘅策動者就係胡耀邦同埋阿趙紫陽兩位。咁但係兩個呢兩個全國家嘅領導人都冇乜好嘅收場。1987年咧，係胡耀邦俾鄧小平咧就係廢去咗，因為發覺佢係即係走自由化嘅道路，仍然都係容許啲學生好多嘅自由，即係批評，即係個中央國家嘅領導人啊等等。係佢話佢手太軟啦。咁而家睇翻嘅事件咧，係胡耀邦係被廢去。咁跟住趙紫陽上台冇幾耐咧，我哋亦都知道1989年咧係六四嗰陣時。咁六四呢件事咧，而家睇翻轉頭咧就係、是。他們就是很多學生就說是中國那些、官倒或者貪污是太過嚴重導致、一班的有了特權的階級人低價收購一些國家的生產、高價可能很多好配賣出去以後逃離，那出現這叫做官倒，他們那以致到呢很多造成很多的貪污腐敗，那也都當然製造很多貧富懸殊這樣。所以當時嗰啲學生咧，已經係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咗十年啊嘛，亦都吸收咗西方嘅民主思想咧，所以嗰陣時有幾個學生啦，黃丹啊、柴玲啊等等咧，嗰陣時即係好不滿啦，變咗喺天安門嗰度係即係住食啊等等啦，再諗起養成六四啊等等呢啲歷史嘅事件，我而家香港唔怕講咧，即係好複雜嘅啊。咁我諗呢度唔多講嘅，就係總之80年至到90年啦。在鄧小平的思想指導之下，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也開放的部分我現在講一講，就是他以前一個共產主義就是封閉的，我自己一個國家搞定他，但是他一改革開放容許外資入來，因為走市場經濟也都要資金，很多的資本家他有雄厚的資本，他走入來給他搞建設，因為中國那時沒有資本嘛，所以改革開放是兩個手段來到，他其實個手段是想增加中國的富強程度，所以頭十年就是又設立了幾個經濟特區，是廈門、深圳、珠海等等，有幾個經濟特區的，亦都是開放中國，亦都是改革，我剛才講過頭十年是做啲微觀的。特別我想講講個農業制度，那時候就是因為做沙六不做沙六這個這樣的計劃經濟，那農民的積極性很差，以致到那農業生產，農產品的生產都不是太理想，
啊，咁變咗佢用一啲手段，你叫包產到户啊、包幹到户呢啲，我唔詳細講，主要都係一啲鼓勵積極嘅，就係、是、一個農民國家俾一笪地一個户口農民，可能十個八個。咁以前嚟講咧，你種幾多超標咧，都係國歸國家，你自己冇，變咗啲農民，唉、哎，費事啊，懶懶散散啊，種夠咪算啦嘛。但係而家唔係，種咗之後有一個指標，譬如舉個例，一千公斤，超過一千公斤之後咧，個生產咧係撥歸你嘅，你只係上繳一千公斤。咁以至佢哋生產一千二百公斤，嗰二百公斤佢可以放喺自由市場嗰度賣。咁啲農民咪多咗收入咯，因為自己錢啊嘛。係啊，變咗嚟講咧，個積極性咧係提高。所以總括嚟講，所有呢啲手段咧，鄧小平嘅目的咧係走西方嘅市場經濟，即係話容許即係嗰啲人生產者咧係有私人嘅收入。老實講，好多人都話人係自私嘅。如果我努力工作，係最後尾嗰啲咁嘅錢落唔到自己嘅袋啊，你做啦，啱唔啱啊？所以香港咁成功就係咁解啦。因為人努力工作，你即係做十八個鐘頭、二十個鐘頭咧，係香港政府係保障喺英國嘅殖民地制度，即係保障你自己嘅私有權。你買層樓咧，唔會攞走。但正如阿金所講啦，當時嘅共產主義之後文化大革命啊，乜嘢都鬥，根本上係你收埋啲錢啊，都俾人鬥到。是你是死亡咁滯嘅，癲咁滯。所以呢個共產主義係即係公有制，係所有即係人啊冇能冇話擁有私有財產。喺鄧小平吸取咗教訓，走西方嘅市場經濟之後，容許中國人咧可以賺到錢係落自己袋啦。個積極性提高，一人做多啲咧，變咗嗰個財富嘅效益咧，亦都係相當之顯著。咁經咗十年啦。就中國咧進步咗好多啦，但係亦都引起咗幾次政治事件，其中一最大一次咧就係八九年六四啦。咁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利用呢次咧，亦都打壓中國，又係制裁啊等等。咁係嗰個改革停頓咗幾年嘅，嚇、啊、由八九年之後至到九二年咧停頓咗。咁之後，咁就九二年開始，鄧小平南巡咧再次推動呢個改革。佢都換咗啦，嚇換咗江澤民上去啦，跟住有李鵬啦，跟住換埋朱鎔基做總理啦，係繼續推行改革，好簡單啫。以前胡耀邦、趙紫陽換咗江澤民同埋朱鎔基咁解啫嘛，嚇、啊、咁鄧小平當時咧差唔多老啦，老到震下震下啦。南巡之後佢講噶啦，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俾好大壓力江澤民叫佢繼續改革。咁之後咧，佢就差唔多要退休啦，都震下震下，差唔多九十高齡，八十幾九十，就至到九七年，好似二月咧，佢就離開世界。咁江澤民喺九二年之後咧，就係、是、頭嗰幾年咧，佢八九年換咗佢咧，佢唔敢點喐，因為裏面好多個政敵，佢摸唔清，佢未攞到實權之後咧，冇繼續個改革，係即係放慢咗部分。但九二年之後，鄧小平南巡俾咗佢好大壓力之後，繼續一推動個改革。我話中國九三年即刻出現咗20%嘅通貨膨脹。哦，係啊，好出現咗其實中國改革之後咧，係有幾次出現過通貨膨脹，好似八七年我記得，跟住九三年出現咗嚴重嘅通貨膨脹。咁因為我哋知道市場經濟有一個另外特色咧，就係嗰個經濟會波動，我哋叫經濟周期啦。有時會好熱，有時就會好冷。咁經濟好熱嘅時候，冷即係好似去年嘅世界金融海嘯之後，各個國家都冷曬啦，係嘛？經濟衰退。咁九三年經濟好熱嘅時候咧，那個通貨膨脹達到20%多。咁朱鎔基作為總理咧，佢做過好多嘅功夫。好似清除咗當年嘅三角債做咗好多國企嘅改革等等咧，其實可以總括嚟講咧，由朱鎔基2002年開始，1992年開始到2002年佢落台之內嘅十年咧，係一個宏觀嘅經濟，英文叫 macroeconomic reform。以前個趙紫陽同埋胡耀邦就係十年嘅叫 microeconomic reform 呢個改革。咁所以喺世紀交替嗰陣時候，我哋知道啦，2002年十六大之後咧，就而家嘅國家主席同埋總理即係胡錦濤同温家寶上場。咁世紀交替嗰陣時咧，我可以俾個數字大家啦。
中國嗰個人均生產總值咧，即係達到即係都有1000多美金，即係跳咗幾，即係跳咗幾，佢哋個叫做上咗幾個台階，250翻一翻500，500再翻一翻係1000。嗯，鄧小平嘅目標就係喺經過改革20年之後咧，中國人均生產總值由80年嘅250美金係個目標去到1000美金，咁實現咗啦。嗰陣時係超過1000美金。嗯，咁2000年嗰陣時，大約我俾個數字大家咧，就係中國嘅國內生產總值大概10萬億人民幣。咁就係、是、但係距離發達國家仍然爭好遠。咁所以計世紀交替交俾胡錦濤、胡耀邦啊，唔係呢個胡錦濤同埋温家寶繼續係去上路咧。我而家又睇到差唔多又走咗成10年啦，係咪？咁、個國家咧。呢由佢執政呢8-9年咧，哇，突飛猛進。嗰陣時交俾佢咧，大概10萬蚊，10萬億嘅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而家去到咧，舊年嘅數字差唔多係30萬億。嗯，哇，翻咗幾番。所以佢嗰、那個呢十幾年咧，佢嗰、那個經濟增長每年咧係都係雙位數字。最差咧，佢差唔多冇8% 咧，佢哋都唔收貨，因為中國每年嗰啲大學生出嚟嗰個勞動力市場都有幾千萬要揾工，佢嗰個經濟增長一定要佢哋叫補8啊嘛，就係咁嘅原因，即係話經濟增長要8% 先可以足夠製造新嘅職位俾啲新嘅大學生或者新嘅年輕人出嚟。啊，當然有啲人退休，有啲人死啦。但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咧，中國長時期都是10%的經濟增長，高速咁增長，所以他哋個個都很驕傲，就係改革開放30年啦，哇！喺中國經濟翻咗幾番，咁去到舊年咧，就是中國經濟咧慢咗落嚟啦，因為世界嘅金融海嘯出現，但係嗰個經濟都係仍然有大部分成係雙位數字，直到今年咧，佢哋睇落咧就唔得噶啦。是應該是補8、啊、補到 8% 已經很好了。所以我總結呢，就是1949年、至到2009年30-30，剛才也很簡單，就是頭30年就是走蘇俄式的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就是計劃經濟。後那30年，即是1978年或者、至到2008年呢，是改革開放，就是用一個這個市場經濟做一個改革開放。所以現在香港人很多不明白的，即是中國是什麼一個呢？他們經常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什麼又七什麼來的呢？剛才我略略說過，但可能對很多人呢都是比較混亂的，但我們不緊要呢，我們簡單說到今日，今時今日中國呢，其實它有超過50%已經是好像香港那樣，是私人的企業，好像和黃啊、新鴻基等等，是市場經濟來的。因為很多的外資也都入到去，譬如 Microsoft 啊，或者是譬如本田汽車在廣州呢，出產在廣州本田，或者今亦都很多資料在上海，很多外資就是私人企業、它的私人資金就是市場經濟或者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在西方來說是一樣的東西。無論如何，鄧小平亦都死咗啦，係經過兩三代，而家叫做第四代領導人，帶領到中國今時今日，係其實一個咁大嘅國家咧，佢已經係超過50%嘅資本主義。咁同香港上兩次講過啦，就係、是、純粹英國嘅資本主義發展咗150幾年之後咧，兩條河流係匯聚。兩條河流匯聚咧，就係、是、變咗係而家中國同埋香港嗰個關係嗰個歷史啊，咁呢度講得比較長啲，咁或者我即係大家聽眾亦都即係知道咗，因為呢度冇辦法唔講咁長，因為其實我已經濃縮咗好多。係，咁剩翻我諗有少時間咧，講粗略講緊中國同埋香港自1997年嘅發展關係，同埋中港未來嘅發展關係。係啦，係嘛啊？咁其實中國同埋香港兩條大河同埋小河大匯聚啦。咁之後咧，香港係純粹資本主義咧，點樣去同呢個中國有特色嘅社會主義咧？1997年呢個發展嘅關係，其實當時咧就其實係梁食營都倚靠珠江三角洲嘅，
啲菜啊、啲豬啊，仍然都係嘅啦。喺英國時代都係，因為香港只係嗰陣時已經係工業都冇賣添啊，淨係服務業、金融業。咁所以當時嘅關係咧，就係、是、純粹一個貿易或者經濟互補性。香港好多嘅工業咧就搬咗去珠江三角洲，其實香港咧係純粹服務業，但係錢多啊嘛。咪起又冇糧食啊嘛，香港冇耕地，亦都冇人做農業啦，揾唔到食，變咗係依靠珠江三角洲或者係全個中國有好多譬如啲梨啊，或者係其他咩哈密瓜啊等等運落嚟，香港就係做一個貿易啊，或者係嗰啲金融咁樣。反正十幾年咧，其實越嚟越密切嘅、嗯，特別喺董建華嗰陣時咧，其實佢想走翻條路就係自己封閉翻自己，我有我搞，自己香港。我一國兩制嘛，我就我搞，你中國還你。但係後屘佢，因為香港經濟喺1998至2003年係一個好嚴重嘅衰退，最後屘佢都要低頭利用中國俾香港嘅自由行咧，係幫助香港嘅經濟。跟住又咪有埋喺 CIPLA， 亦都而家好多嘅投資移民啊，或者好多大學中國入邊嘅子女有錢咧，都讀香港大學啊、香港嘅大學等等咧、其實喺整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都是一路是交流緊發展緊，但可以總結咧，就係、是、中港係97年之後咧，頭幾年係發展得好慢嘅啫。但係係由2004年嘅自由行之後咧，嗰啲香港嘅領導人咧發覺咧唔掂啊，一定要背靠祖國，因為香港冇資源冇剩咧，即係唔靠住中國咧，將來個發展咧好就係、是、好成問題。咁所以咧就係、是、總括呢十二年咧個關係頭嗰五六年咧冇乜。即係太大嘅發展，但係自從呢個2004年嗰個 CIPLA 同埋自由行之後咧，發展得好急啦。而家好多中國人咧，香港人咧揾唔到食咧，都去中國上邊咧揾食噶啦。係已經購買曬兩文三魚，已經係一個 must 啦。用英文嚟講，係。咁講講中港未來嘅關係啦。其實我上次已經講過咧，就係呢個曾蔭權咧已經吸取咗，知道咧一定要靠住祖國，而係嗰條大水喉一定要射住香港。所以而家佢2007年嗰個施政報告《香港新方向》已經講咗啦，有十大基建其中有四項咧，就同珠江三角洲咧係聯合嘅，有即係香港至廣州個高速鐵路啊，或者去深圳機場嗰啲咁嘅港珠澳大橋啊等等嘅基建啦。咁仲有人民幣嘅業務咧。仲有好多嘅人民幣債券啦，仲有好多而家好多自由行仍然繼續啦，因為佢中國有策略咁啊，唔係一次貨放曬得了噶嘛。而家中國越嚟越富有啦，唔好話去香港去生優買嗰啲咁嘅即係名牌啊，即係而家都話啦，啲歐洲話以前係日本人佢哋當係寶，而家中國人佢哋當係寶，因為購買力好強。咁所以中國同香港未來嘅關係咧係。一個互補性，因為咁大嘅中國咧，佢亦都係上次講過咧，佢嘅制度咧係完全未係同西歐或者歐美嘅國家接軌，但香港所訓練所有嘅人嘅思維都係同西歐嗰度係接軌嘅、所以中國香港嗰個金融，即係嗰個香港交易所個金融市場咧，係同倫敦啊或者紐約嗰啲接軌曬，中國暫時都未得，而係中國咧需要。香港啲咁成熟嘅一個資本主義市場，資本市場咧係幫助中國好多國企嘅好多嘅國企好或者係私人企業好集資發展中國大陸入邊嘅內部嘅經濟。而係香港亦都需要佢啲資金或者係好多嘅消費落到嚟香港撐住香港嘅經濟，特別係過去嗰段日子嘅旅遊啦。咁所以未來嘅關係咧。我相信在政治上面是一國兩制之後又要依住基本法而定埋以前行政長官是未有普選2017年可能開始一個即係普選行政長官或者立法會等等一路發展的我哋喺曾蔭權一路宣布去改變經濟頭先講過好多好多嘅大家嘅互補性基建而家喺未來可能去做咁亦都係食品好多啦，就係、是、或者係香港人翻去做嘢啦。而家係即係溝嘅啦，大家溝埋一齊。咁未來呢個 mixing 或者呢個溝咧，會更加佢會係加劇嘅嚇。咁因為隨住中國嘅人咧越嚟越富有，佢嚟到香港咧，
亦都係鍾意香港，食又好住又好，有購物天堂又自由，係咪有好多西方文化，好似譬如跑馬咁，雖然廣州有跑馬，武漢有跑馬，但始終唔及香港嘅賽馬咁激烈啦，係咪又有迪士尼啊，又有纜車，又有山頂，好多好多嘢都係吸引裏面嘅搵到錢嘅中國人。咁而家香港亦都係需要背靠祖國嚟去發展全面嘅經濟。嗯嗯，好嗱，我今晚就上咗一课，即系一个短短一小时之内啦吓，成个一个好客观嘅分析啊，同埋好精简地我哋咧系知道香港嘅即个位置啊，个定位喺边处啊，咁我谂相信香港人咧系需要呢个嘅。这个咁样嘅定位之下呢去了解即係香港同埋嗰个中国嘅将来嘅关系应该点样发展囉。係咪咁即係好多其他方面我哋嘅要追求嗰啲理想呢其实都唔可以缺离我哋嗰、那个即係嗰个现实嗰个需要嘅。好啦咁非常之多谢叶启明先生呢今晚呢同我哋呢就上到一个好好嘅历史课咁我哋下个星期呢可以我哋会继续嘅。好同大家拜拜啦。拜拜。